请。生气了，干嘛？请问这个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 baby 还是爸爸？ baby。 Hello baby， 你在做什么？画画。画什么东西呢？爸爸生气我。你爸爸为什么生气你了？有割到手吗？那是玻璃啊，有吗？有割到手吗？没有。嗯。我知道里面有刀了。哦，这样要小心哦。嗯，你跟爸爸道歉了没有？这样你要跟爸爸道歉哦，请爸爸原谅你哦，好不好？嗯。嗯，谢谢你。还要罚站。好，可以不要吗？要。嗯。可以。希望他改过哦，那好好哦。拿好了呀，里面有刀，会割到手流血啦。你也是希望他不要受伤哈。嗯，谢谢你啊。好咯，擦掉咯，不要生气哦。